明明，你说第四个好像小白兔的眼睛，有白毛的，因为眼睛边上有白毛。49号，试一下49号这个是。49吗？对。71349，21349。71349，21349都不对。还有没有眼睛边上带白毛的动物？眼睛边上带白毛的，就能瞪着你的。北极熊啊。你试一下100。21317131100。开了吗？没有开。我觉得应该重新找一下，我觉得有可能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有问题。重新形容一下。来，没事，我跟他说一下，我跟他说一下。三，你找一个基本是白毛，就是类似兔子或狗身上那种白毛，然后上面掺杂一点点黄色，然后可能会有一点黑色，黑色不是主色，但是它的毛发是顺畅的，就是白色顺畅的毛发。哦，来，你就是你展示一下你的画作，不是你抱着展示。哇哦，三真的没法画。三，你按我说的找，然后二我们给你画了一个，还挺像的。就是所有蓝色都是黑色哈。来，